大家好啊，又是我 Sally 啊。隔了一个假期，大家有没有挂住我先？今期呢，我们的影音热话可以说有几件爆料，又好像没什么新料咁。究竟我讲紧啲咩呢？即刻睇下今期热话。Cat 为了庆祝成立60周年，刚刚就发布了全新 Cat LS60 Wireless 坐地喇叭。LS60 Wireless 是一对有源主动式喇叭来的，内置解码和放大功能，主打串流音乐播放，搭载第12代 UniQ 单元，拥有声学迷宫 MAT 的技术加持，同时配备 UniCore 单元，那就可以抵消谐振，得到更加好的低频效果了。这对喇叭已经送到我们 Studio 那里做实测了。如果大家想知道 LS60 Wireless 喇叭的第一手实施表现是怎样的话，就记得要紧贴我们的最新资讯。有外媒报道， Yamaha 最近在欧洲地区为 Advantage 系列 AV 扩音机推出全新 version 1.65 firmware 升级，升级之后可以支援到 4K120Hz 输出和 HDR10 Plus 显示。目前可以知道支援新升级的型号包括 RX A8AA6A 和 A4A 三款，升级之后可以支援到游戏主机的 4K120Hz 显示，甚至可以达到 PC 的 8K60Hz 输出。至于香港地区呢，就有待代理公布了。Sony 早两日正式公布了新一代 Xperia 旗舰手机 Xperia One Mark IV， 采用 Snapdragon 8 Gen 1处理器，搭载 6.5 寸 21:9 4K OLED HDR 荧幕，支持 120Hz 刷新率，光度上面增加了 50%， 而拍摄方面一直都是 Sony 手机的强项来的。今代用了三镜头设计，而焦段就有 16mm、24mm、85mm同埋 125mm， 而85至125mm 系用上咗真光学嘅变焦镜头，可以喺呢个咁细嘅机身度做到，真系非常之夸张啊！今次小室同埋 Paris 咧就一齐去咗记者会添，大家可以睇下佢哋嘅记者会介绍啊！有欧美地区的 Sony X900H 电视用家发现，自从三月起，每次播放24帧格影像嗰阵咧，就会出现跳格的情况。亦都有德国媒体指 ，Sony 已经在4月底为美国地区抢先推出系统更新啦，可以有效咁解决到跳格的现象。外界预计情况好可能系同 VRR 以及 120Hz 更新有关。如果遇上类似异常情况的话，大家除了确认自己的电视是咪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外咧，向代理求助亦都是权宜之计嚟噶。HiFi Woods 最近就推出了全新的 RA100 合拼式扩音机，新机外观用上了时尚复古设计，采用品牌全新开发 Class AD 放大线路，将 A 类放大技术的高音质和 B 类放大的高效率结合，左右声道分别有两个独立扩大模组，每组可以提供 200W 输出，用两组立体声接柱接驳，大家更加可以直接调整分频点和增益。RA100 将会在5月在欧洲上市，售价是5499英镑，换算港纸就大约是54000元左右了。追求极致串流音质的朋友都不妨将它加入考虑之列。Sony 在4月底为 PS5 推出 VRR 显示升级，可以改善游戏画面延迟和撕裂等问题，预计未来会有更加多作品可以对应到这个功能。实测发现，原来玩家可以在任何游戏上面强行打开 VRR 功能，但是效果表现就可能会因为游戏和显示器材有分别了。打算体验新功能的朋友，即刻检查一下主机是不是已经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疫情下催生了不少科技产品的新功能，最近有全年尾推出的 Apple Watch X 将会加入体温侦测功能，若果属实的话，大家就可以时刻去留意着自己的体温。由于皮肤温度容易受到环境温度影响，穿戴装置难以精确地去量度到，需要出色的演算法去配合。而 Samsung Galaxy Watch 5亦都打算支援体温侦测，但是同样都面对着演算法的限制，所以两大牌子的智能手表能不能够顺利在今年推出到这个功能呢，仍然是未知之数了。
YouTube TV 近期好多动作喎，多人共享订阅计划嘅用家可以有个性化嘅登入功能，允许使用者自定个性化登入同埋播放清单，方便唔同嘅成员共享。YouTube TV 嘅多用户选择界面同 Disney Plus 嘅类近，可以显示自定头像同埋名称，令到操作体验同其他主流嘅串流影片服务进一步拉近啊！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话，记得 like 条片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仲要揿埋个钟仔，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